有立向市民报告，黄市长就任以来，水利局的治水电一棒加一棒延续施政的成果。局长韩荣华28号特别针对溪南的台湾三亚溪13电等排水的重大改善工程，希望一步一步彻底解决民众饮水恶梦。另外，防洪排水的德克水环境改善计划，也成为全国为提下上了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肯定，成为一大亮点。主溪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大概整治了到第一期850公尺，未来后面的大概450公尺，我们接下来也积极的会再跟环保署、水利署、营建这边一起来争取经费来做相关的办理。当然，未来我们第二期的部分在哈拿尔森林公园，我们一定会特别注意。注重以生态的一些工法下去办理，不会只有单纯的一些混凝土的一些构造物，那我们会特别去营造这个生态一个环境，让一些动物也能栖息。那另外呢，当然整治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会透过其中的一个空间的一些营造，让民众也能适时的一个来这边做一个休闲游憩。过去民众对着水利局拢只是治水英雄，不过其实现在也进一步加上清水环境以及再生水要来进行资源营销发展。今日新闻，君子林根采访报道。